都怪那个王八蛋。我知道你在安慰我。我不是在安慰你，这都多少天了啊？你总是把自己关在门里边，能行吗？再说了，你也说过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是不是？切，就跟我一样。哎，没有那么简单的事儿。有什么事儿？大齐哥这不是回来了吗？啊，大齐哥，你怎么会回来？嘿，世上就没有纯粹的对和错。我大齐哥认为我自己做的都对，可是在人别人眼里边那都是错的。有什么办法？睡醒觉起来，明天都是一样的。噔，给，谢谢大齐哥。哎呀，别哭了啊，没事。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哎呦喂，你怎么来了？您里边请。哎，到底是老孟啊，还是四眼张啊？啊，四眼张。进来吧。哎，哎呀，老张，啊不是，那个政委，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在成前镇打听别人不好说，打听你还不容易吗？那倒是啊，有事儿啊，说说吧，怎么回事？居然闹到要卷铺盖走人？哎呀，我是觉得吧，大家都是上阵杀敌打鬼子，是不是？你说我在那儿上上下下遭受排挤，这算怎么回事啊？我就问你一句话，还想不想回去？再回去啊？哼。哎呀，再当那个马官儿，把我赵大齐当什么人？就一马官儿，当啥人了？好，那我就不跟你说虚的了。团里闹了马瘟，你要是不回去，那些马全废了。马瘟？我跟你说，老张，我刚走，怎么就出这么大的事儿了？啊，那马文，你知道什么病吗？你我，真是没法说你。我你们那儿管理太有问题了，你知道吗？那你跟不跟我走啊？不是我说，哎，我问问你啊，这儿是不是你们的老巢啊？怎么放在这儿了？多危险呐！啊！你知道鬼子搜捕我们的最常用的方式是什么吗？就是通过检测每户人家所消耗的柴米油盐数量来判断的。比如，一户三口之家所消耗的粮食特别快，那就说明这户人家进了陌生人。选了这个酒楼，就是为了掩盖生活物资不规律的变化。也可以让陌生人随便进出，懂了吗？这么不人道呢？赵大齐，嗯，你以为战斗就是在战场上刺刀对刺刀这么简单吗？别说些没用的，你跟不跟我走？行，既然你都来了，再说又是为了马。我回去一趟。那边少爷，咱刚回来，被窝还没暖着，咋一扑棱就？小点声儿。这哪儿啊？聚贤楼。少，你们俩留下来，我一个人去就行。我去。好。一言为定。这么快？
真得叫您顾局长了。三叔，你放心，我之前跟您说的话永远算数。规矩还是规矩啊。哎，对了，三叔，行动大队大队长的位子要不要考虑一下？那哪行啊，我不行，我这个人呐懒散惯了，位子越高事儿越多，您的好意我领了，但是我真的干不了。这局长，您要是真的念我的好，您就给我加点薪水行吗？这好办，那这样，三叔，大队长的位子还是你来做，事情呢我安排给底下的人，您就等着每个月底领饷钱。这贴谱，靠谱。报告。三叔不是外人，说。我好像看到赵大齐了。知道了，下去吧。三叔，您放心，我跟大齐呢是从小长到大的朋友，他回来这件事儿，我可以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局长，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为了能让您更放心一点，我就实说了。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过去的情谊，也不是为了三叔您的面子，而是为了黎珊珊。只要他以后不再找珊珊，我就不为难他。一定，局长。我把话撂在这儿，他要敢去找黎小姐，我打断他的腿。我打断他的最爱的马的腿。三叔啊，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不是李小姐了，而是顾太太。哎呦，恭喜恭喜！我把一个月的饷钱都给您打个红包。行，都依您。你们不知道啊，我为了咱们这个家，为了这个好外甥，操了多少心呢，舍了多少面子呢？这那也是因为舅舅你的面子大呀，换做我们，怕是连话都插不上一句。那是，那是。老三，你这以后当了大队长，要更加亲民爱民，不能再助纣为虐、扰民乱民了。你这官啊，老三，别听你姐夫乱说。哎哎，大齐，他怎么没来吃饭呢？他不会是又上那边去了吧？舅舅，吃鸡腿。我怎么吃得下呢？真是操不完的心呢。这匹战马生病了。就这一匹吗？不，还有其他的，在别的马厩都是这样的症状。看这样子，真是马瘟啊！啊！虎踞消毒，禽连鼠，玄参柑橘，蓝根缕，姜蚕薄荷，味尾居，啊，人参大黄，再加天行效力补。哎，你说归说啊，这可不能乱写，要不然连药都抓不出来。说你不懂，你还真不懂。我不仅把药名字给你写了，我连剂量都给你写了。那上面写的药必须到城里的药店去抓呀。嗯，没事儿，我送佛送到西，帮人帮到底，我帮你抓去。那不行，你不能走。这你一走，万一这战马要出事怎么办？什么意思呀？你们革命队伍还要抓壮丁？孟团长不是这个意思，他是怕你啊频繁出入城门会有危险。
再一个，你这样一走，万一这里出什么事儿，再找你，能来得及吗？我看这样，你就待在这儿，哪儿也别去，啊！等我们把药抓回来，把战马的病情控制住，你再走不迟，怎么样？嗯，你看看，同样是说话，人家老张就是有水平。行了，药方给你留着了。这个赵大奇啊，放心，我明天尽快完成。还是我去买吧。不过给马吃的药又不是鬼子管控的禁售药品。你不想想，酒楼哪儿来的病马呀？倒是我们学校有供学生骑的小马，我可以拿那个做掩护，来去买马药。那您是觉得会有问题吗？我是想稳妥一点的好，毕竟咱们这个联络站太重要了，不能有任何闪失。那您取完药后，我再去您那儿取。好的。哦，我们学校有个叫孙佳慧的老师，是个追求进步的爱国青年，我考察了，非常安全，可以考虑吸收。走了。我说大哥，你这三不强让我们很为难呀。怎么了？咱就说不强老幼妇孺，他们身上能有什么花头啊？除非咱绑票，咱要一绑票，保不齐这来警察把咱团灭了。那你还不让抢抗日物资？对呀，抢那些东西不如抢日本人啊。还不让抢有德乡绅？嘿，有德乡绅是有钱，但人家身边绑着几十户人家呢，咱要抢了，那几十户人家没饭吃，死了。不是，大哥，我们是土匪，我没说不是啊。可这些不抢，我们还能抢什么呀？对呀，就是啊。日本人，其他土匪，二鬼子。不都能抢吗？不是大哥，就咱们这几号人，不是给人家送人头去吗？对啊，就是啊，咱们不要放弃嘛！啊，大哥，大哥啊，有情况！来来来！大哥，进来了，怎么办？等会儿啊，我想想。扔石头啊，砸死他们！扔！扔！扔！不杀来使！哎呦，等会儿！下下下下下！大哥，大哥，大哥，找到一盒日本罐头，那两个日本饭团是馊的。大哥，我饿了。我是小姨，不能期待，我不好期待。说，这日本人要是不杀的话，能换吃的吗？跟日本人换，能换，能把我们换成吃的。哎，我们可以跟共产党换呢。共产党？你说的轻巧，你我要认识共产党，谁还干土匪啊？对。我还真能找着共产党，真的，大哥不愧是大哥。怎么是你啊？
是不是外面混得不好啊？一看你就知道，放心，你欠我的钱我不要了，你也别来，走吧。我找赵大齐，你还来劲儿了是不是？我只找赵大齐，你疯了？你还懂不懂礼义廉耻啊？人家赵大齐放了你一马，你还不依不饶了？我就是要找赵大齐。 十二叔，你告诉我，你现在住在哪儿？我定了，你欠的债我不免了，我都得收回来，追回来。三爷，狮子岭三皇庙，我现在落草为寇，钱没有，命一条，我找赵大齐。啊。 那人，我找赵大齐。那人，我找赵大齐。那人，你开门。那人。 可怜的孩子，这是造了什么孽？直ちに城内にある薬局をすべて監視しろ。そして薬を買う奴が現れたら必ず尾行するんだ。 找谁呀？ 十二所，你还有脸来这儿呢？我找赵大齐，还敢找少爷？我找赵大齐，找打吧你！哎哎哎，你给我放开！哎，来，能不能听我把守啊？能不能放开？三，哎，你说，我找赵大齐，不是你没完了是怎么着？一日本兽医要送新子云换粮食，兽医。 日本人，赵大齐。この人、五種小学校の校長だ。お前、早く報告を。はい。阿根。啊。你现在去酒楼通知掌柜的，我现在回去找少爷。行，大宝，你得牵上大金花，跑得快。 哎，不是，日本兽医我给看着呢，他跑不了，你不用这么着急。太好了，哎，你不用这么着急。哎呀，你先买点吃的，来不及跟你说了，走。大佐，薬を買いに来た奴が現れました。全くの予想外です。信濃に来てから予想外の祭りだ。 五州国立中学校の校長、長男であります。そうか。そうか。就是这么个情况。你相信那个十二所吗？现在不是相信不相信的事儿啊。 这日本兽医肯定知道这战马会生命的事儿，而且小鬼子肯定根据这个情报去监视药店的。好，那我出去一趟，你留在这儿，不管发生什么事，都等我回来。哎，不是，掌柜的，你是不是要去见那些买药的人呢？你要是见那些人，您可得注意点，留点心啊，他们现在肯定被这个日本人给监视上了。 谢谢，你小心点儿。
对不起。走开。校长，啊，林老师，您这是去？哦，买了点东西。哦。啊，你？哦，我刚下课。哦，辛苦辛苦。再见。你怎么来了？这里面有问题，立刻准备撤离吧。把药给我。你怎么知道的？赶紧把药送出去。那你呢？我留下来。我们还有时间。如果我不留下来，你药根本就送不出去。我们这个身份暴露了，就没有别的选择。我必须留下，确保你们这条线的安全。什么都别说，执行命。快去。我是肖楠，请孙佳慧老师到我这儿来一趟。大嫂。やつを追ったんですが、見失いました。後を追って学校行きますか。学校。いいだろう。しかしその前に一つ面白そうなことを思いついた。ご主人をここへ呼べ。はい。校长，您找我。哦，孙老师。请您把这个拿去煮了，加五杯的水，煮完以后把药渣倒进厕所。为什么？别问什么为什么，赶紧去煮。可是。可是什么？校长，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需要我帮什么忙吗？这个不需要你考虑，现在就需要你去煮药。啊，还有，还需要你受一些委屈。什么委屈啊？是这样，我的小人日这里会有三条，你以前因为旷课的处分，还有一条，日期是三天前的，留校查看的通告。校长，难道你这是在保护我？那你怎么办？哎呀，这个不需要你考虑啊，赶紧去把药煮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那我现在已经是你们的同志了吗？孙老师。如果我是你想象中的那个人，你也知道我不会马上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希望加入你们，任何时候。这次过后，我会考虑。快去吧。嗯。哎，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路。你的路还很长，但也许在今后的同行者当中，不会有我了。校长，快去吧。校长，您多保重。拜托了。大佐，您找我。听说这所学校有一位老师，是你的女朋友。哦，我正准备提亲呢。我们现在怀疑这所学校的每一个人，亲上加亲，可能会连累了你。大佐，珊珊不会有问题的，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你还是这么幼稚。如果说他真的有问题，你会怎么做？我会做我该做的。去吧，去证明你自己。小轩，这怎么了？珊珊，你放心，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肖校长，跟我们走一趟吧。为什么？现在怀疑你通共，购买违禁药品。我们学校的马病了，我去给马买点药，我就违禁了。给马买的药？对啊。那现在那些药呢？让孙佳慧老师拿去熬了呀。大总。肖校长，您好啊。你好。我对你有点失望。谁指的给？嗨！喂，先生有事被拖来人的。嗨！大佐，李珊珊和此事并无关系。这个学校里，统共就这么几个老师，带回去审一下，就全明白了。张哥哥，什么情况？钥匙送出城了。太好了。但是我们有同志被捕了。啊！这里以后你就不要再来了，不能再连累你们。怎么会这样？就是这么个情况。我跟阿根觉得这事儿六蹊跷，所以就分头来报信了。坏了，坏了，坏了！要是这么说的话，鬼子这个时候冒出一个兽医来，啊，那咱们战马生病的这个事儿肯定就藏不住了。这得在城里边有人买药啊！哎，政委，我递头手，我回去买药去吧。静观其变，事情还没弄清楚，不要自己先乱了。不是乱什么呀？你这意思是，有人安排买药了？谁呀？具体规定，我不能告诉你他的身份。这也不告诉，那也不告诉，那怎么办啊？走，回来。你冷静一点行不行？你现在回去，还来得及吗？那我再不回去就晚了呀！我倒觉得，你先向十二所把情况弄清楚，然后再行动也不迟。哎，好。肖校长，我们都是文化人，我不会对你乱有私心的。很简单。我想知道你的上限，还有你的下限。上限、下限，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知道为什么迟迟的没有对你身后的这两位美丽的老师用刑吗？因为我在给你机会，给你赎罪的机会。赎罪？呵呵。人病了得买药，马病了同样也得买药。如果因为买药就治罪的话，那我想这天底下好像没几个人没有罪了。
大嫂。調べたところ、孫家系の似た薬の量と薬局で仕入れた薬の量が一致しました。しかし、薬のクズは便所に流され、証拠は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ということは、彼らは無実ということか。今のところそう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それに、小校長の日誌を調べたところ、幾度か孫家系を退学保留にしている状態です。看来我们冤枉了一个好人。我只不过给畜生熬了一点药罢了。没错，就是给畜生熬了点药。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肖校长有没有在事先告诉过你，你们学校的马是不是真正的生病了呢？看来这个能言善辩的校长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没错，药是对的，药量也是对的，似乎都很对。可是马很健康，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吗？我就不应该让珊珊去当这个什么老师。虽然我不知道事情的原委，但也猜个八九不离十，那个肖楠铁定是共产党。可怜我那无辜的女儿被搅到这个浑水里面。叔叔，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你去监狱里面看着他们审问，如果他们敢对珊珊下手，你知道，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还有什么顾忌的？你要知道，你手里有枪。是。日本人真是贪得无厌。二嫂，少爷，那日本手艺会说中国话。哎，你们知道战马会生病是吧？哎，我问问你，你们日本人在城里打算怎么办啊？说他们实话。真的不知道。说，要不然弄死你。我说，咱有点有件事。有点。坏了，看来城里要出事儿啊。老婆，你赶紧通知老张，让他们做好准备接应我一下。好。啊，您一会儿换匹马打金花太扎眼了。没事，来不及了。赚钱，那他怎么办？你看什么？我回头给你送粮食来。我求求你，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求求你。小雪，你去告诉我爹，让我爹来救救我们呀！你快去呀！
李老师，此时此刻你的父亲好像帮不了你什么，你为什么不劝劝你眼前的这位肖校长为你做点什么呢？我真的很不喜欢看到一个美丽的东西在流泪。我改变主意了。Good。现在就杀了李珊珊吧。大佐，珊珊跟此事没有关系。大佐，就用我送你的那把枪，去吧。大佐，还需要我亲自动手吗？对珊珊下手，你要知道，你手里有枪。给我干笔。这是一首哀乐。哀乐是为你们造的。
是死是活，看你自己的命。来子，求求你们，饶了我！喂。死体を運べ。はい。乡长。他的死不能泄露。从现在开始，这个牢房只许进不许出。如果外面的人知道萧南死，今天晚上在牢里的人都要死。嘿，你听明白了吗？明白了。所以还得委屈一下后面的两位老师，在这里多住一段时间了。什么时候共产党上钩了，你们就自由了。珊珊，同志已经遇险，我们必须马上营救，否则就来不及了。可我们还没有得到上级的回复，等不了了。越是这样的时候，越是要冷静。我已经打听过了，人就在监狱，我们现在出发，能打他个措手不及。我清楚，你们都是蜜蜂同志一手带出来的侦查员，你们中间有一多半入党的介绍人都是蜜蜂同志。大家想救他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可是你们要知道，他现在被关押在监狱里，你们就应该很清楚，现在有半个梧州城的鬼子兵和几乎全部的二鬼子都驻守在监狱里。我们不怕牺牲，但也不需要没有价值的牺牲。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难道我们就这么守着，等着上级给我们发讣告吗？我有办法。这个就是鬼子的监狱，这里边肯定会囤积重兵，到时候日本人的学校、马场，还有他们的侨民区，肯定他们的防备就要比以前少很多。那你的意思是分头行动，搅乱日本人的部署？不错。可是我相信日本人没有那么蠢，他们既然知道我们的目标是营救，监狱那边的兵力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我自有办法。到时候我让这些人城中大乱，他们势必把所有的兵力就会往监狱增派，到时候我们直取黑岩的老巢，绑架黑岩，拿黑岩换蜜蜂。这倒是个好主意，可是我们现在人手不够，想要城中大乱恐怕是有难度的。等等看，这个就是我之前用过的面具大侠。日本人知道有面具大侠的存在，但是他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个面具大侠。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在城中四处行动，然后把所有的兵力都吸引过去，直捣他的老巢。这个办法好，什么时候行动？不着急，等我们先摸清行动目标，然后再行动。没想到啊，你在骑兵团的历练让你变化真不小。以前就你这个性格，可说不出不着急这三个字。有吗？那个
谋定而后动吧。其实我一直都这样。哦，对了，忘了问你了，这个蜜蜂同志究竟是谁呀？按纪律呢是不能说的，但出于对营救行动的考量，我还是告诉你吧。他就是梧州国小的校长肖楠。肖楠？梧州国小的那个校长？坏了，那孙家慧有没有事啊？林珊珊有没有事啊？你不知道他们都被关押在监狱里吗？什么？小慧，你说肖校长为什么就死了呢？因为肖校长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他的骨头够硬，而且他不希望我们被无辜牵连，所以除了死他还能怎么办？可是他一开始让你熬药不就是想让你销毁证据吗？是啊，所以说他从一开始就存了死志。你想啊，像他那么聪明的人，怎么可能不知道马明明没有生病，却给马买药，是多么拙劣的借口？什么意思？日本人的愤怒需要一个出口，如果在他身上找不到，那就会像一个大漩涡把所有人都卷进去。你我孩子甚至是所有的人。可是这样他就必须得死啊。他用他自己的死来换我们所有人苟活于乱世。你说共产党都是这样的吗？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见过别的共产党，但我知道肖校长他是一个大写的仁子，因为他的肩膀够宽，他的骨头够硬。司马迁曾经说过，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而他就属于后者。我想肖校长他一定不会白白牺牲的。政委，团长抓了一个日本兽医，说城里所有的药店都被日本兵给控制了。哦，坐下，来喝点水，慢慢说。坐吧。哎，你说的情况我们都已经知道了，药品已经送到了，而且我们也收到了蜜蜂同志被捕入狱的消息。啊，还是晚了一步啊。老张，这样我带人去一趟梧州。还是我去吧，梧州的情况我比较熟悉，而且跟那里的同志有所接触。再说了，敌人的清乡行动一直没有停止，家里有你坐镇我才放心。那就这样。你现在就去通知李勇，这次行动由他带队，让他在侦察连抽调四名枪法好的，跟我们一起走。我现在就去。团长，我准备出发了。老张，你不是一直惦记着我的窝囊农吗？你老兄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方了？说好了啊，这可是借你的，等你回来啊要亲手还给我。老孟啊，我知道你舍不得，不过你放心，人在枪在，人不在枪也在。政委，
我是三人，如果情况危急，不要强求。是。阿根，老爷，怎么在这儿发愣呢？这天儿挺好。啊，这天儿说凉就凉了。老三，嗯，出事了啊！别提了，昨天黑岩带着几个人把梧州国小的校长和老师都给抓了。我今天呢，还就得准时去局里点个卯。万一这顾局长心情不好，那就麻烦了。哎，老师，那个孙佳慧呢？对呀，佳慧姐没事吧？我本来呀，都不应该说的。他和黎珊珊都被抓了。黎珊珊，黎寿昌的女儿，怎么，她也被日本人抓了？可不说呢。哎呦，所以呀，这几天不太平，你们都在家待着。我得走了，姐，走了。哎，幸好大齐不在啊，他要是知道这俩人被抓，不定得出多大事儿。吃吧，嗯。冯秀，冯秀，你还没给钱呢！冯秀，你不能不给钱！你去杀人杀鬼子了！杀鬼子了！どうしてこうも好き勝手にできるんだ。すべての兵力は監獄に集中されているため、他のところは人手が足りていません。なんだ。俺に韓国から兵を撤退させ、奴らの罠にかかれとでも言うのか。しかし。呼び手を回せ。はい。なんだ。倉庫が焼かれました。早く行け。はい。はい。鬼子果然往监狱增兵了。现在鬼子的老巢几乎就是个空城。先不着急。监狱里面有什么消息吗？据说现在的监狱只许进不许出，我们的同志是打不进去，每天运出来的也只有泔水，况且即便是泔水，也是由里面的人运出来，和外面的车夫在日本鬼子的监督下进行交接。以萧南的手段，就算从监狱每天运出来的只有泔水，他也应该想办法往外传递情报。你能想到这一点，证明你的兵没有白当。我早就派人盯着了，只不过还没有任何的线索。
中啊。喂，哎，老头，喂，哎，找谁呢？哎，我找孙佳慧老师，她是我女儿，她昨天晚上都一晚上都没回去了。孙老师给日本人抓走了，你不知道？你说什么？被抓走了？不，这为什么呀？说孙老师是共产党，还有黎专员的女儿，黎老师也给抓走了。这都叫什么事儿啊？不是被抓哪儿去了？警察局啊。警察局，警察局。哎，老东西，干嘛呀？这可是警察局啊！是老总啊，我女儿被抓起来关在里边了，这是误会了，她不是共产党啊！你女儿叫什么呀？我女儿啊，是国小的老师，她叫孙佳慧。孙佳慧，行，等着收尸吧！啊，走。不是。你们抓错人了呀！他绝对不是共产党啊！你这样，你把我抓起来好不好啊？我才是共产党！来，你抓我，把他放出来！哎，来！不是你，我跟你说，你要再胡闹，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老总啊，你真抓错人了！抓错什么人？专员的女儿都抓了，何况你女儿？回家想辙去！啊，专员。不是，这不回去。这是专员，专员。深深，小轩，我们还不能出去吗？何止是你们，我现在也出不去了。我想他们是想用肖楠作为诱饵引共产党上钩，所以现在外面的人还不知道肖楠已经死了。没错。顾小轩，你打算怎么办？我？你有什么办法把肖楠的死？如果我这么做了，咱们谁都别想活着出去。那如果共产党迟迟不上钩呢？共产党救人心切，怎么会迟迟不动？这该来的，早晚会来。我们不出去也就算了，如果连你也迟迟不出去的话，难道外面的人不会起疑吗？你们是不知道这次黑岩的决心，他对外宣称我作为珊珊的未婚夫，身上也有嫌疑。谁答应嫁你了？那吃喝拉撒呢？你问这个干什么？因为我想知道黑岩的计划里有没有什么漏洞。孙佳慧，如果你想往外传递消息，我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我都会杀了你。顾小轩，我死不死无所谓，但我绝对不会让你连累到珊珊。在吗？哎，在里边。娘给你做饭去。哎，不用不用，娘，我不饿。爹啊，这老两口下棋呢。啊，你看你爹。有什么事儿啊？
儿子的手到了，就是舒服，不轻不重的，不像你爹，那力道恨不能掐死我。我爹还会这手呢？我怎么不知道啊？别听你娘瞎说啊！我哪会干那种事儿啊？哎，我毕竟也是堂堂的一家之主吧？谁呀？哎，你。你，大齐啊，这次回来打算待多久啊？啊，爹，娘，我马上就走。啊，那你陪你爹下盘棋吧。哎，哎，娘，重来，重来，好。その馬は大佐の馬だということをちゃんと確認したのか。熱病には見えますが、馬はもともと様子が変わらないので。そこには誰が住んでる。警察に聞いてみます。しっかりと確認する必要があるみたいだな。仮面の連中を調べる人手も足りていないのに、一匹の馬を探せと言われても。そうだ、すぐに警察局から人呼べ。はい。你们顾局长呢？太君，您来了。我们局长不是和皇军一起审犯人的吗？也对。那现在这里谁管事？按官衔儿，好像是我。啊，那个陈前镇四方街的那户人家，你知道吧？程前？啊，我知道。太君，你有什么吩咐？那里发现了大佐的爱马，立刻盯住。啊马，哎呦，我知道了。那马什么模样？黄色的。哦，太君，我明白了，您放心。太君，您慢走。这赵大齐在外边好好的，回来干嘛？这个时候回来，会不会是要劫狱呀？赢了，娘，我爹赢了。哎，行了，那我就认输，我走了。放心吧，娘。啊，爹，走了。大齐哥，哪人？哦，对了，正想找你呢。归原状，拿着。哎，走吧。大娘，怎么了？这孩子从小到大，心里有什么事儿都瞒不过我。从他一上手给我捏肩，捏那么重，我就知道这次这事儿。大娘，thank you.
找谁啊？我找李专员的。我找李专员的。李专员会见你这种人？不是，这个孙佳慧啊，是我闺女。啊，她和你们家李小姐是好朋友。现在呢，我女儿和李专女儿都让日本人给抓了，那我只能找李专员呢。什么？麻烦你给通报。那你快跟我进去吧。哎哎哎哎！老爷，嗯，李专员，求你救救我女儿，管家，我给你磕头了，乖乖，我给你磕头了。啊，快起来，起来，起来，啊，来，坐坐坐。啊，你下去吧。哎，我理解你，我的女儿也深陷其中，她一天不回家，我这心里头也不踏实。是是。可是他们一直封锁消息，连我也接触不到，我能怎么办吗？您是专员呐，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说句话不就？哎，狗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这个梧州城里，只要是个日本人，都能把我踩在脚下。不是那佳慧她，你的女儿我不知道。但我的女儿我清楚，她没有胆子通共，她只是被共产党给牵连而已。不，那佳慧她也不会通共啊。那就更好了。所以我们现在什么也不要做，踏踏实实的坐下等消息吗？大齐是不是回来了？跟你前后脚走的。那你们为什么不拦着他？怎么拦呢？那些话我说不出口。那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去送死啊。你看看，多好的姑娘啊，啊，完全可以在赵家当家的。来来来，我们两个做父亲的喝杯酒，为我们的女儿祈祷平安。管家，送客。小轩，有消息了吗？好了，我知道了。
情報はどこだ？あの仮面野郎、城の東で人を殺したと思いきや、城の南で放火を行い、とても消息がつかめません。それに。それになんだ！500の鉄鉄が鉄の塊になりました。貴様の言うことが確かならば、我々の騎馬兵はこれから裸足でその沼地を駆け抜けねばならんということか。すぐに鉄鉄を探し集めます。この五州で鉄鉄を探す必要があるのか？鉄鉄の長距離を忘れたのか？長距離はすでに鉄鉄を撃たないと広告で宣言しております。撃つか撃たないかは奴らが決めることではない。はい。赵大奇的计划还是可行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互配合好。可人呢？他说自己会伺机行动的，行动之前就不再联络我们了。这样，即便是失手了，我们也可以全身而退。这不胡闹吗？刚夸完他，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个人英雄主义那一套？政委，那少爷，赵大奇同志这么做不也是为了咱考虑吗？您怎么还批评他呢？活捉黑岩多大功劳？活捉黑岩，他真把自己当孙悟空了？我问你，他怎么把一大活人带出来？有大金花呀！大金花刀枪不入吗？通知城里的同志，一定要把他找出来。政委，我不说了。哎呀，都什么时候了，快说！哎，您不用找他呀，现在满城日本人都找那面具孙悟空，咱要能找着他，那鬼子也能找着他呀。说的有道理。派人盯紧鬼子驻地。好。佳慧，如果明天我成功了，你就得救了。可要是明天我失手了，我还会成为你心目中的英雄吗？太君，您亲自来了，是不是还是问那马的事儿啊？太巧了，您说的那家啊，正好是我姐夫家。哎，我姐夫您知道吧？铁厂赵家。赵家？铁匠。对。太好了，我就是为了铁匠。大佐要赵家锦花铁匠500户。越快越好。不不不，太君，也许大佐有所不知啊。最近我姐夫那边啊，他不是生铁管控吗？没有铁，不能打铁厂啊。铁？啊啊，我们会给。太君，您给了也没人打，因为啊，前一段没有铁打不了铁厂，我姐夫那儿的长工啊，走了好多，没人打。你说这事儿闹的，我都知道了。500盒，后天一早我来取。没有铁匠，我就来取人头。太君，太。大少，佳慧入狱了，你知道吗？
哎，怎么不知道？那地方又不让进，都去求了骊山山的父亲。那也没办法，他是他女儿，还关在里边呢。大叔，你放心，我会把孙家给救出来的。救？你怎么救？那日本人那儿，你能说上话？有跟他们说吗？ 虽然不是您的亲孙女儿，可她毕竟是我一手带大的。我要去告发了赵大奇，你孙女的命就没了。这个赵大奇呀，还算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可他毕竟是赵家的独苗啊。我要不告发他。 我怎么去见您呢？可是我要去告发了他，我就成了汉奸了。您真的希望我这么干吗？ 我知道，姐夫，您倒是赶紧召集人开工啊！500副后天就要。 咱们得通宵达旦的干呐，老三，我们的祖训啊！不，这次跟上次不同了，这件事办好了，没功，办砸了掉脑袋，哎，就这么简单。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呵，哎，姐姐，您是我的亲姐姐。 您二位要是抹不下面子来，我跟伙计说行不行？绝对不能让您赵家祖宗丢人。这不只是祖宗面子的事儿。赵栓子，你说说，我姐姐跟了你，过了几天好日子，你这一天到晚的拿着个破铁掌说什么祖训？我为了我姐，我都忍了。 可是今天这事儿你要是不办，那是要人命的事啊！你的命我不管，啊，我姐我得管。老三，你什么都别说了，我这么多年跟你姐夫在一起，我每天都过得很知足。他是我白灵花的男人，他不离我不弃。行行行，你们都要脸面，只有我白老三不要脸面。我白老三愿意当这个汉奸。 你们都是英雄，老三啊，我知道，我曾经错看了你好多年，但是自从大齐那件事之后，我心里对你再没有半点芥蒂，我是真心的把你当成大舅哥来看，但这件事儿没得商量。
姐夫，姐，那只有一条路可走了。我来想办法。您二位带着那人今夜就走，走得越远越好。我们拍拍屁股走了，剩下的伙计怎么办？他们也有妻儿老小。日本人找不着我们，就得拿他们开刀。